被称为2020年最牛的对联，上联若不撇开终是苦，下联各自纳出既成名，横批撇纳人生。不得不说这副对联很有深度，弱字的撇如果不撇出去就是苦字，各自的纳笔只有收得住才是名字，一撇一纳即人字。是啊，水无两点难结冰，一撇一纳才是人。吉祥画院每晚8点自画直播，与您不见不散。订阅，打开小铃铛。